你哋依家睇緊嘅係玩具 TV。香港漫畫界嘅教父級黃玉郎先生嚟我哋分享今次我哋嘅活動啦，有請黃玉郎先生。咁呢啲唔係叻嘅，呢個最多都係算係好彩。其實最好彩嘅咧，就係我入行60年啦，都仲喺度發展緊，呢個係我感到好幸運嘅。咁人生可以有幾個甲子咧？指甲就可以好多，甲子我諗都係第一個嘅啫。咁啊，好 lucky 啊！咁我今年係入行60周年啦。所以今年的動漫節咧，我係比較搞個攤位大少少，咁係主要咧係搞咗一個畫展喺度，呢個畫展叫甲子情緣，其實就係我哋嘅 fans 嚇，大家由細到大一齊咧長到而家呢個年齡嚇，咁啊好多謝佢哋對我嘅寵愛嚇，欣賞我嘅畫。咁呢、這個入邊咧會展出咗60張畫，咁係包括咗我一路經歷呢幾十年以來嘅作品。當然早期嗰啲好簡單好亂嘅作品咧，做唔到大畫嘅。咁咧，所以呢60張畫咧，有30張到咧就係封面，嗰啲封面都夠歷史噶啦，咁啊整到30年以上噶啦。大個先能力唔會好多嘅，咁啊，另外30張咧重新畫嘅就係比較大嘅畫啦。呢、這個係適應呢、這個當代藝術呢個潮流，係每一幅咧係一米，淨係畫身係一米。咁咧睇上嚟咧都幾過癮嘅，比較令人哋眼前一亮啊，比較震撼嘅。咁當然亦都有一啲60周年嘅紀念品啦，個畫集啦，有些少嘅，有幾好幾樣嘅呢個印刷品啊，紀念品啊咁樣。咁啊，希望咧大家到時咧多多支持啊，為呢個甲子情緣咧增加我哋嘅情緣。咁啊，甲子情緣講緊啲過去呢60年。而家講講咧，而家最新嘅做嘅係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咧，我而家建立一個自尊會。自尊會唔係淨係聽一啲情況啊，乜呢個會咧係其實係去邁進當今呢個 Web3.0 呢一個烏黑世界。咁我希望咧能夠咧吸納到好多fans 啊，喜愛動漫嘅朋友啊，喜愛創意嘅，尤其喜愛喺網上去搞創意嘅朋友咧，一齊嚟參加呢個會，咁啊大家共同去互動，去策劃，去研究發展更多更多嘅動漫嘅創意，咁咧運用咗而家最犀利嘅 AI。同埋呢個元宇宙啊 ，blockchain， 仲有NFT 呢啲全部啲網上虛擬產品，但係佢會係我哋將來嘅世界嚟嘅。將來咧唔識呢樣嘢咧，就應該就會變咗好落後啦。所以話做到咯，學到咯，就係咁解。
咁我希望呢個至尊會咧能夠得到大家嘅支持啊，將我哋嘅動漫產業、動漫創意咧發展到好似宇宙咁大。多謝大家。多謝黃生。好，接下來繼續咧就係有請香港電競嘉年華2023籌辦 Cyber Games Arena Co-founder and CEO 周啟康先生致辭，有請周生。Hello， 各位同學，各位。今年我們都是一如以往啦，咁就喺動漫節入邊舉辦呢個電競嘉年華。咁都希望啦，我哋今年繼續逼爆我哋個電競區啦，係啦，爆多幾個鐘頭都唔緊要嘅。相信我哋啲電競迷都好中意VTuber 啦。咁我哋今年啦，咁就有三個由電腦玩到手遊嘅項目啦，總獎金就超過$80,000啦。咁就加入咗一個。傳說對決的電競杯啦，另外呢就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個人賽啦，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收到粉絲反映，我組不到隊怎樣參加比賽呢，所以今年呢就分為了有個人賽和團體賽，個人賽裡面還比較特別的是以英雄為報名單位的，包括就是阿尼啦，英雄聯盟的阿尼啦、李星啦、熟啦、劍啦，係啦，都係一啲比較常用喺中路單挑嘅英雄啦。仲有一個咧，大家可以留意我哋 fan page 啦，可以上網投票，係由各位觀眾投一隻英雄出嚟咧，係啦，成為最後一個英雄嘅項目啦。咁就係我哋今年新加嘅個人項目啦。係啦，咁而贏咗咧都有精美獎杯啦，包括係呢個阿尼王啦、李星王啦、劍王啦。縮王啦，仲有一個就係留翻俾觀眾投票，大家記得上我哋 fan page 啦。咁之後啦，仲有由三星電子香港有限公司冠名贊助 PUBG Mobile 香港挑戰賽，係啦，咁又係 PUBG 嘅比賽啦，咁就獎金就係$10,000啦。咁亦都啦，配合大會啦，都有邀請 VTuber， 其實 VTuber 呢幾年發展得真係相當上出啦，亦都好，我哋同電競好息息相關啊。咁我哋請 VTuber 過嚟 ，VTuber 過嚟啦，除咗打表演之外，我哋仲可以同大家一齊打機。嗱，咁有請咗有兩名日本嘅 VTuber 啦，Palatin Project 啦，同埋係Yuyama Tamaki 就過嚟同大家現場打機啦。咁另外仲有兩名咧本地嘅 VTuber 啦，包括係 MKV 啦，同埋VR 嘅。咁除此之外咧，我哋仲有一個電競嘅 experience zone 啦，咁就聯同咗唔同嘅品牌啦，展示最新嘅電競啦，或者係電子產品啦，仲有唔同嘅遊戲喺入邊展示俾大家去試玩嘅。咁今年嘅節目大致上係咁多啦，咁我哋約定大家7月28至8月1動漫節見。Thank you。你哋個節目真的好好睇啊！有時做直播好鬼中意睇啊，做直播沖涼都要睇住，係可以咁樣。係 ，You are watching Toys TV。